乒乒棒是你的好伙伴。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朋友呢，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分享非常多让你简简单单每天从两分钟开始就可以变美变纤细的小运动。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会有动力分享更多的影片给大家。今天呢，这可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运动，我觉得这应该是只有女生才懂的困扰，就是呢，我们在穿运动内衣的时候，你的腋下总是会有东西跑出来，然后呢，手臂内侧还没有变瘦变薄，外侧这里就已经肿胀，然后从背后看起来就没有少女感。可是我们就是不管几岁都想要维持少女的体态啊。那今天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把自己固定好，真的没有听错，就是固定好，把自己放好。待会你们就可以看到，跟着我做这个动作，你可以怎么样把你的手臂内侧打薄，把腋下打薄，然后又可以把副乳变不见，又可以把锁骨槽练出来。最重要的是呢，从背后看起来就是一个薄薄纤细的背影。那看到这里，你一定很想跟着练，对不对？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好，首先拿起我们的微笑薄夹，放在旁边，今天不需要它。我们今天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你的两边屁股要牢牢地坐在地板上。那这个动作建议大家要坐在地板上进行，我们不建议坐在床上或是软软的沙发上进行哦，因为硬的地板让你有缓冲力更有效。接下来呢，拿起你的美型棒，放在膝盖上，两只手轻轻地勾住它。那注意看到了，你的舌确实贴满凹槽，两边要很高。接下来呢，有没有看到我的？好，我知道你们现在看不到我的脸，所以呢，把它靠在你的膝盖下方。现在有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你的美型棒的位置呢，是可以手勾着它的凹槽，让它越过你的膝盖头，被勾在你的小腿上，小腿上方，停在这个位置。每一次做动作的时候呢，注意看咯，手指头轻轻的往下，让你的手肘抬高，然后放松 ，and 抬高，抬高，抬高，抬高 ，and 放松。动作的过程中呢，你的手小手臂一定要确实的放满凹槽，然后呢，记得跟着我们的音乐，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准备好了，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换气，四，加油，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四组咯。四
结束。如果你现在呢做完这个动作跟我一样，拿几个位置就是你的腋下、手臂内侧，还有这个动作的感觉真的很神奇，就是你被夹住的时候呢，你会有手臂内侧被削薄，然后胸部被往上立起来，然后腋下被整个往后拨出去的感觉，我真的很难形容，你们跟着做的人一定能够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一定要切记随时呢保持呼吸的状态，然后跟着我们的舒拍音乐进行哦。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小运动，我个人很喜欢。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留言，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给我们一点继续拍影片的动力。拜拜。